接上一个视频的话，这个是山木的，我换了一个山木的头，我在接这种小视频，跟相机。我现在先拿到一个相机，相机的话，它是有一个转接口 CCTV 的转接口，我先把这转接口拧上去，上面是还有一个圈的，它这样子是一个2:1 CCTV 的一个转接口啊，然后这里一个 CCTV 网这里面。这个 CCTV 是可以调清晰度的，再固定一下这个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相机给它套上去，套上去调正以后，这里把它拧紧。拧紧以后，我们拿到这个屏幕。屏幕的话，它是有一个这个横杆，它的原理都是一样，就是这里有一个方形的这里拧松以后，方形这里扣进来，这样子扣进来，然后再把它拧紧，拧紧以后这个屏幕就装好了，装好以后我们再装到这个柱子上面去，看你要哪一个方向，如果是方向盘的话，你再把它。这里转一下，看到右边这边左边的方向。然后固定住这里。然后是拿到这一条视频线，接这个相机口，接相机口这里。然后另一头接屏幕。接屏幕的高清，这是高清接口来的，一对一的。接好以后，我们接个电源，相机跟那个显示器接个电源。电源接口也是一对一的。然后你直接固定住就可以了。相机也是，这个电影。然后整理好线以后，你充电。最后我们接个光源。光源要拧三个螺丝，让它集中。我也是充电。我充电完以后，我们这些屏幕跟显示就是我的，拿个主板看一下。那现在就装完了。